力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我们咯，电视观众朋友来，王雄志时段，今麦倒转来第二段，又往甲咱王教授、王大师吼，咱个啊来进入这个主题啦吼。啊，就是讲咱人类社会要行向文明嘛。当然啦，这叮叮塔塔伊的发展史就是安尼嘛，极权国家有极权国家的发展，啊，咱诶民主国家有，啊，咱也无国家，咱有也未有国家的发展嘛吼。啊，咱即下咱就来看这件代志安尼。嗯，那第一项就上重要，即摆就是因为这个这个、nuclear 核武的问题嘛吼、哦嗯。啊，所以美国这个川普。开始咧，世界的人面头前，第一选民面头前开始拍第一炮嘛。啊，看起来是这个这第一炮的甲金小胖见面，但问对你家呢？金小胖是就是甲你头头讲的关的好顶人物吧？伫、嗯、世界国际上，但你嘛甲差不多的金小胖。有人讲伊小屁孩咧。小。小屁孩就不会，但是聪明绝顶的小屁孩，滑头，我那天讲滑头哈，说啦，哎呦，啊对，一直挑工，三十年来表现就是创这個，我说说过嘛，又怎么样嘛？因为讲就开始用啊，因为讲到因阿爸甲伊啊，我就是做核弹，核弹做了，大家唔知看我是啊，金某某是啥人啊？啊，韩国表现啥人？所以你生这款物件嘛，所以核武，咱今嘛等你再来，过进一步来看，对象表示讲，伊何等人物啊，小小安尼，应该世界的老大，美国啊，安尼平起平落，吼、哦，你个想法嘛？拽的跟啊，250、250。啊250我听伊讲是因咧北韩的咧电视先播啊，伊安尼甲川普两个咧握手，安尼咧笑，伊嘛安尼好一副百丈之才啊！你是啊？你看川普先配个手轻握紧，讲哈，你小老弟啊，我老大甲你看咧，用个华尔街民主袂手落去，甲打落去哈。所以啊，拜托的，安尼是，吼、哦，伊咧跳，两个拢咧表演，连咱最个看，甲咱的黑社会，讲啊歹听，甲咱黑社会，啊，拢共款，哦，一个，啊，两个转去，一个行为咧，袂使讲，甲讲得较歹势，所以因的电视拢咧播，吼、哦，这美国啊，你看嘛，安这安尼开讲。大家是笑啊，你是啊，这个就是独裁国家上会晓。甲咱过去蒋介石嘛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咱的迄个蒋介石嘛，足牛的嘛，吼、哦，安尼穿这个夹克，毋是西装去安尼夹面面单夹面啊，等，就是要做好看，表示伊拢足牛。我那卖个讲伊过去台湾的代志啊，歹势，吼、哦，这核武啊，但问题咱头先讲，这个核武。这么才开始难念嘛？譬如2005年的时阵，六方的会议里面有讲啊，正清楚呢。你要请国际的这个组织，尤其是世界上有这个 UN 有 International 的这个国际监督的机构底下嘛，拢有嘛。啊，譬如这个核武的、财务的这个组织。国际上正式联合国的机构嘛有，唔得讲两声无，唔过，所以日本也是惊到要死啊！这都拢无具体嘛，啊，所以唔知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，唔知甲这日本啊啦，啊加日本啊、南韩啊、中国保证讲，两年来啦，我想绝对川普唔是咧算的，有这个。guts 就是有这个胆量哈，有一款霸宅加入去安尼啊。中国会讲苏尊降贵啦，无气嫌讲新小胖啦，讲这小屁孩啊，小屁孩无啦。那为了世界前途，为了美国的地位，等等，我安尼无气安尼
去切小弟啊，啊，对啦，头当落，带掉。嗯。啊，所以讲什么正水咧？哦，啊，迄个庙，因拢野人嘛，啊，就讲期待啦，恁大家也免惊吓，讲十年、二十年，尤其你本来是惊啊，出来等咧。大概利空利空就解决，但是咱头头讲无啥可能啦，吼、啊！期待咱利空利空较早解决，但是那叫期待今仔日就解决。啊，我今无可能啦，无、可能袂使袂使，你你慢安尼吼。但是期待是两年内面要拼成功，准啊啦，真是成功。你讲嘞，我想金小胖这何等人物啊，你搁藏肥婆啊！我来讲。那不是我小人之心啦，哦。啊，唔过话佫讲倒转来哦，川普哦，伊竞选的时阵，伊的迄落竞选的迄落政见，你看一完成呢，一件一件改完成呢。好啦好啦，咱大家讲一件一件，世界安尼通啊，特别变起啊啦，你卖安尼啦，完成啊，完成刷落啊拜。伊刷落迄个总统要安怎收拾？要收拾以后，其他的国家也要信到你。诶、川普的问题就是伫遮，尤其伊朗元首结束手。伊朗的问题，嫌欧洲就开始咧掠狂啊啦！啊，几十年创啊好势好势，安尼咧忽然间你来办？啊，你办不过硬来创，等等，袂遐简单啊嘛。就是讲。你敢那为了哦，恁即马我落了跳出去吼，你咱即马咧批评这川普，无啊无紧，啊都无紧都讲开啊嘛。你为了你啊，要做这个美国，你感觉美国人要搁倒来做老大，但即款的老大方式，你唔通袂记，你已经七十年来不建老这五十年，差不多七十年，差不多七十年，这嘛是你甲大家。讨论的嘛，啊！历届恁的，譬如你咧嘛，你咧气功，这个奥巴马伤软，那是伤软的问题嘛，伊个方向无大唔对嘛，哎，要安怎来创的问题？哦，唔是照你啊，你伤软啊，所以巴黎的这个气候的这个合约全部退出，退出，所以伊人个问题，继续。啊，中国人问了你其他的方式真多嘛，开始就下落去，啊下落去这样不分青红皂白，哇，掉到澳洲，掉到台湾，掉到这个伊个几个国家，甲美国真好，就是伊个好朋友的国家，台湾嘛丢掉嘛，哦啊台湾人这样不抓直直下，讲无遐严重咯，无遐严，澳洲无严掉，当年过去都。你若卖投资去中国，卖遐尼紧，你就袂遐严重。这问题搁你遮，你刷着人的红台买啊，刷着对啊，对，啊你八年前的时候，你八对啊，迄八年，迄过十年，咱连对，你从伊开始，啊最边嘛同款，哦，啊边嘛同款，刷着单人就一个拼去啊去赚钱嘛，哦，啊这内面就是讲咱的生意人，诶，这个国际观。国际局势实在有影，咱是在单纯，咱是在空空。啊，这问题伫遮，恁政府无好好啊，把这实情讲给大家听。啊，但是嘛无嘛讲我听无法抓，迄八年就去哦，马英九安尼骗啊，伊无唔呐无讲互听，开始鼓励大家去投资。对唔对？佮开后门，伊讲开大门，即迄落开大门，伊会惊大路，啊，结果佮开后尾门，我开几啊条，佮呛水共佮入去啊。对，啊，即卖国民党才开始咧讲，哼，那你民进党，你嘛是共款啊，啊变时阵都开始都直直投资落去啊。但阿边啊，至少咧动啊，都无办法动啊。你看哈，啊，这个阿边啊，为什么什么什么有效管理，什么管理咧动啊？对啊。啊，动也动无办法，哎，即嘛，国民党个立法委员，我感觉即摆双方对因即阵人咧，我都感觉真奇怪。啊，咱个报纸也好，咱个名嘴也好，你无扮演一个第
三只还是第四只？个性就讲啊，你安尼讲话伤过好笑。媒体迄落积极啦。积极无，你讲话伤过好笑啦，你讲话写会使安尼是对唔对？哦，正当无眼讲，无眼无要紧，但是你唔要胡白乱讲。啊、哦，所以好嘅问题，咱过世啊，这个问题也早咧。啊，期待讲2020创会好，敢会好？哦，我是无要相信啦。啊，恁有要相信？无要相信，恁家己判断。哦，啊，你若讲美国人厉害，什么安尼，叮叮叮，啊，即马有开始做就好啦。啊，那安尼。哦，那咱台南拢是安尼，咱台南就是无人为先呐、啊，与人为善、啊，台南有影真善良。对。拍电话是空空。你讲我，无啦，我是讲台南啦，那真善良啦，哦，啊善良是讲你啦，啊啦，讲讲无讲你啦，你卖啊你啦，哎呦，好，讲我，好啦，盒子哈，盒蛋无啊啦，我小盒啊吼，哦，然后那无啊，第二项，伊讲韩国南北韩希望能和和平统一，吼、哦，和平。合起来，伊个当然是同意嘛，哦啊，设一个和平的机制。哎、欸，1992年就讲和平的机制啊，2005年也讲啊，即嘛，即摆2018年，干那讲机制，煞都袂安怎样，拢无讲。哎呦，这个问题严重咯，这严重意思讲，敢有影有可能无？南韩有5600万人。伊也是2000，差不多500万，比台湾较侪一些。北朝鲜啦，啊是三个，伊经济，甲啥物若无中国，你甲偷偷你甲支持，哦，啊三不五时有台湾人啊偷偷你赚一寡生意，很可怜的，总拢拢无啦。啊，什么有？淡薄淡薄安尼啦。啊，咱是纯粹的，你讲讲要死，讲几百万的啦。啊要死！咱咧想着讲过去，阮阿嬷来讲，即饥荒啦，迄饥，逐年嘛咧饥荒年嘛，对毋对？所以，即个和平的机制要安怎做？第一点，第二点，我即内面个趣味哦，即个韩国人本来10%的时阵，韩国这个民。伊个调查，伊内面有特别有啥？2014年个时阵，吼、哦，开始本来伊讲要赞成韩国统一的是60%以上。2014年开始，到70%以上是赞成统一咯。哦，但是2014年开始就落来。那个这里，2018年的时阵，58%赞成，过两年过过去，无定也过较侪会落来，冇可能会变去，哦。但是我看会直直落来，直直落来的原因是大家才提当地甲西地来比，哇！当地西地，我有几个朋友嘛，种当地西地人，因咧讲。哦，无想到讲，当地是占德国的，即卖德国的吼，1/4的土地跟人口1/4以上，1/4是当地，但是过去德国的帝国的精华啦，上水的。哦，什么戏啊？呀，军事基地咯，什么机关拢在当地，拢伫因遐啦。当地啊，对，非常水，我。八旗给我要水。嗯。噶即马也好噶真艰苦，即种经济大概无问题啊。我过去叫救落去嘛，你都该支持嘛。刷到社会福利的问题，噶即马也按解决袂好势。刷到教育的问题，好嘛，真袂好势。问题噶即马哦，已经遐久啊。90年以后，10年一。20年、30年啊，呀，真艰苦。唔通忘记哦，德国是整个欧洲所有国家内经济发展上好的、上发达的，啊，收入每
一个人的个人收入平均收入是，咱台湾才要未两万吼，咱敢那要未两万，伊遐差不多四万嘛。哦，阿妈先爱来叫，所以南北韩的统一的问题，嘛不是讲照安尼咧讲的安尼，遐尼公明咯，大家安支持啊，刷落去，这多边都讲，所以外口有人咧喊了嘛。韩国啊，一挂智库都咧讲啊，无来创一个联邦制度啦。联邦啊，大家拍开啊，一帮一帮哦，较独立者，甲有美国。我讲卖啦，安尼要哪有可能？啊，因遐看起来哇，安尼拢占便宜了，北韩北朝鲜占便宜，人拢较少啊，顶安尼是啊，所以大家去遐投资嘛。啊，所以就来讲邦联啦。两个安尼合起来，大家咧讲这样，啊是意见嘛真多，啊但是即马拢压榨，啊韩国本身南韩有设立一个统一部来推动这样代志，你刷到可能刷到一年去，希望如此啦，因为开有好话讲的，至少无统一嘛无要紧啦，卖发生战争。对宗教团体啊，譬如讲文先明啊，因啊吼，伫遐大量伫遐咧国际上伫遐咧宣传，啊，若变访问，阮去访问到遐个啦，啊，访问到遐，所以讲哦，变成说啊，点点的人煞变知影的人点点无讲话，啊，迄就安尼一搭宣扬吼，伊嘛宣扬来台湾嘞，迄阵啊，啊所以讲宣扬到安尼干呐，哦，无马上统一袂使啊，哦，这个前景看好啊。这还是啦，啊，所以讲即马伊哦，伊即马系着，啊，伊即马伊迄落来开放，那落去看，那落去看，愈看迄阿不奈嘞，敢那无啥迄落安尼哦，但系佫揪转来安尼啦，歹势哦，插嘴插好了。啊，第三点是，大家咧猜讲即马，即个条件咧，即个共同的声明内面要第三点无讲在，就是讲。北韩期待讲啊，美国啊，啊，你们都叫联合国吼，大家卖搞啊，这个核武加限制以外，经济加跟那个伊朗加制裁嘛，好啊，经济发展嘛。对，伊即马就是要求安尼嘛。即马正式要求啊，期待嘛是安尼，唔通我加伊咯，无我要安怎？遐人民嘛，好啊，人民为大嘛，吼，啊你咧我。我皇帝不要紧啦，我的老百姓莫甲害，你来佚佗物件着。啊，所以这边安怎做？所以伊会采取什么款经济政策？这嘛拢讲出面。所以代志，即摆十二号的这个共同的声明是开始第一步，啊，才开始啊，才安尼强一个那样。啊，刷落会变个怎样？你个想看嘛？迄是头壳个皮皮球，但是无要紧，你方向若对就好。但问题方向要安怎会对？即马就是咱只讲第三步。嘛会飘起啊，方向只掠足对个，即世界局势，啥物都会飘起个。伊个边啊，只个国家，我咱等你再来讲。吼，大家拢，嘴拢讲好啦，要帮忙啦。世上有可能帮忙无？啊，要安怎帮忙？这两个国家的制度拢无共款。一个共产的呢？啊，这个共产是金小高。纯种的共产呢？纯种的，就是伊要阁传第四代、第五代啦，吼。哦，啊，即摆的共同声明可以安尼上，伊占上大的便宜，就是伊嘛。哦，伊的这个狂野的政权也好。一个好势，不过是免啦，甲你即个南韩来好好讨论，顶顶安尼无遐简单嘛。啊，咱各位亲爱观众，你想看卖？要安怎？你想看卖？你若是韩国人，
啊，你乃是负责人。你看，迄文在寅讲，伊要讲的时阵，烦恼甲安尼拢失眠，袂困的安尼烦恼甲安尼，甲一夜之间头毛咁要白了了去安尼。袂，本来就白安尼。嘿啦，伊讲伊烦恼甲安尼就对啦，烦恼的烦恼安尼，啊电视抹掉的伫遐咧看安尼，目睭拢唔敢安尼黏落去安尼。所以讲，即马边仔的人一挂人拢，大家拢。心肝佫足惊吓的，敢若即粒卵我佫唔敢安尼放落来，无头人食。咱即吼，到时休困一下吼，咱等下咱第三段再佫倒转来。诚实佮念天心，会记得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。